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好，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向支持大家好，玉英啊你好，刘明志好，咱海内外向支持大，咱救建啊，已经三单元，对，咱三单元拢无做节目嘛，这个疫情，对啊，就中国病毒影响真重，中国病毒了拢停掉去，啊，即马陆陆续续吼，咱阁邀请咱这个爱台湾的人吼，共同过来做伙来讲安尼吼。啊，咱今要讲的题目就是讲这个电视即马当在请呀，当在讲的，当在批评的吼。我其实吼，唔免安尼，应该吼，那照你迄个方法吼，是，迄个高鸿安吼，咱高鸿安伊唔是独立，干那伊一个安尼尔。我来讲啊。咱立法院所有的这个，莫讲立法院啦，县议会也好啦，吼，市议员、县议员啦，吼，啊，乡镇市长也好，拢有请助理的吼，遐的毛病拢有啦，是较重较有，互人压出来，甲无互人压出来，有的食到比伊搁较重的呢，啊，无互人压出来啊，啊，结果就是讲伊就是完人安尼啦，吼，分量有够都袂压出来啦。所以讲哦，这个咱今仔日哦，咱甲玉琴啊，要用这个讲玉琴啊，伊的见解吼，咱要来讨论一个讲，咱要安怎来撇平，已经代志已经拢发生啊，头前也发生啊多啊，啊，这都八十岁阿嬷带入啊，带八十年啊吼，啊，你即马讲哦，讲哦，要来追究伊早安怎，要安怎追究去，咱即马讲哦，咱来讲后边厝后边要安怎迄个写作这个改善这个制度，对哈，咱请玉琴啊，咱来讨论这个代志啊，好来你请。哎，一个助理吼，助理爱有一个人事制度啦吼。是。你若去西方国家，吼，伊拢一定有每一个部门拢有一个人事室。哦，比如讲台北市政府一定有一个人事室嘛，对，你嘛捌听过嘛吼？对啊，有啊。但是咱在伫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制度下吼，人事室是空壳的啦。是啊。什么叫人事室呢？就是讲你这个单位要请人，不，你台北市政府不管是公务局也好，还是讲你管两公处，还是讲什么，不管哪一局处啦吼，要请人，不是你主管决定就好啊呢，是你爱甲人事室申请。我是欠几个人，啊，什么款背景，吼，还有什么款专长，吼，啊，人事室帮你去找人，人事室帮你去找这个你要提起的人来，和你面谈，和你面试，有通过了后，吼，啊，就列入这个聘请的条件嘛，吼，啊，聘请条件你好写了后呢，这个助理每个月薪水，吼，是由人事室直接拨去助理的户头。不是像咱台湾啦吼，不是像咱中华民国，助理的薪水拢拨去管议员啦、立委的户头，啊，才互因家己去分嘛吼。所以才会产生真侪助理费比头领嘛，吼。啊，这就是制度的问题嘛。无用伊阿来讲，这伊无算头领，伊就讲啊，我就可比讲，我会当可比来讲，请六个啦。啊，就叫三个阮家的人落名落，啊，伊也无来上班啦，啊，会当叫别人来上班，啊，伊领着着因家的人。对啊，但是你若以这个文明先进国家的制度，你就无法度安尼做啊嘛。对啊。你无法度请你家己的人，你敢知影？未使讲恁三叔公啊、四叔伯啊，拢名单摕来斗斗的，啊，就当领助理，唔是安尼是嘛？不过较早拢安尼。对啦，啊，所以咱可以，现在为什么不可以？所以咱要讲这个节目的目的，就希望讲这制度会当改嘛，吼。啊，改这制度了后，你就未有真济弊端啊嘛，吼，就未有一寡一寡偷领助理费啦、无领助理费的问，未有这问题啦吼。啊，所以我要讲，咱要讲就是讲制度真要紧吼，就是讲你不管多少部门，你要请人。你只要甲你要请迄个人需要的背景专长，你列一张单，啊写一张迄个正式的公文给人事室，人事室就负责去帮你找你要挃的这款人，吼，啊来给你面试嘛，啊你面试若通过了后，吼，这个助理
的薪水就是助理要有户头啊啦吼，啊所以助理伊就爱伫迄个部门啊，你开一个银行的户头，临时性时间到啊，就依照你伫遐做助理，即月日的薪水偌济钱，加班费偌济钱吼，伊就一。你想一路给你列入自己的助理的薪水底来滴嘛吼？啊，直接钱是拨去助理的户头，唔是拨去立委啦，还是市议员、官议员、乡长的户头，啊，这基本唔是安尼先啦。啊，不过玉英来讲哦，那以我的经验来讲哦，你入去了，伊嘛是甲你提到什么户口抄本啦、啊，什么拢甲你提到拢交到，伊嘛甲你用一本银行簿啊，互你。啊，问题是你银行簿你提袂到啊。对啊，簿啊嘛是因骂掉的，啊，伊那嘛是因骂掉的。对嘛，啊，这就是制度嘛。结果你嘛是伊要爱欢喜偌济，互你就偌济。对啦，啊，这就是我咧讲，这就是主要制度嘛，吼，你若无制度。你就无法源嘛，啊！你有制度，你就有一个法源法源、嗯，啊，法源就种，什么人若敢去抵触，这个法源就犯罪啊嘛。是啊，好、哦，那、嗯、有人敢去抵触，迄、那个忽视这个制度的存在吼，迄、哦嗯、是犯罪行为啊嘛。哦，所以咱台湾的问题就是讲，真侪拢是人事啦，嗯、人的问题啦。嘿嘿哦，啊，超越到一关制度的问题嘛。嗯、哦，你就讲。你就讲，即立法院要请者，伊倒者立法委员要请助理，你爱看伊参加的委员会的名称，即国防委员会还是外交委员会、内政委员会吼，经济委员会，依照你参加迄个委员会，迄是你的专长嘛吼。啊，你所以伫参加迄个委员会，啊，你要请的助理，嘛是爱伫即个领域内底就对啦，吼，伫爱即个伊的专业的来底嘛吼。啊，然后。助理请来了后，要用唔用动，那是委员、议员你决定嘛，因为你要面谈嘛，吼、哦，面谈通过了后，伊、有适合做这个工作，啊，伊对这个内政、外交、国防、环保、交通、教育拢真熟嘛，吼、哦，就是伊的领域嘛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若讲这个领域出来的人，啊，就表示伊内行嘛，吼、哦嗯，啊，内行，敢那委员，若是讲议员，若要请的人吼，伊敢那有伫，伊敢那有权利伫迄个。一个人事室，一个签名来滴，注明讲，伊要用这个人，伊不爱用这个人，安尼念念吼。过来，这个助理每个月的薪水、加班费偌济，拢是由人事室的不直接拨会计室拨钱去迄个助理的户头，唔是拨去议员委一个立委的户头，因为你拨去议员跟立委户头，伊就会出弊端嘛。所以你不做三工五工，就看到讲好多一个议员无领助理费，迄太有可能啦。同众院咧领什么五万啦、啊，什么人搁领哦？讲你这几年来甲伊查者，讲几啊百万、啊。是嘛？啊，所以就是有劳动嘛，啊，劳动就是制度的问题嘛。是啊，那文明世界、文明先进国家，伊拢无这问题。啊，干那独你中华民国有这问题，啊，这个不是说一摆啊，了，是历年来拢电脑听到嘛吼，对，啊，所以你制度若无改，你这个毛病就是干那永远未好了吼，如果因为讲可比讲，这人若身骨有病，啊，你若无对症落药，你那我都会病好，未好无可能嘛吼，对啊，所以这中国人的文化若无甲废掉吼，在台湾这个中华民国呐，无废掉吼，老实讲，咱你讲的这些乌乌臭臭的物件吼，永远拢无法度治掉啦。对，因为我有时在想啦吼，真济嘛是真优秀的，这个啊，立法委员也好啦，市议员啦吼，也是讲乡镇市代表啦吼，也是讲啊，这个经过民选的就对啦。对。你爱选到一个什么位哦？你看正零啊，来拢啊定出来，才有法度选到嘛。对，结果就死在遮。对嘛，啊，所以讲专业真要紧嘛吼。对。你参选人吼，伊有一定无同款的背景嘛吼。是啊。啊，所以选掉了后，再去选掉到伊的专长，伊的专长去参加的迄个领域的领域的管理的委员会嘛吼。比如讲国防委员会，啊是讲经济委员会、外交委员会，啊种内政委员会，你有迄个专长的。背景的时候，你才会当去参加这个委员会嘛？对啊。哦，啊，你参加这个委员会，你才会发挥你的专长嘛？对不？啊，你当然不管你参加多一个委员会，你都一定要有助理嘛？
无助理，你就无法度振动嘛，因为助理会当甲你替你调查。调查这以往的案例啦吼，啊会当去收集就有关你要咨询的这内容嘛吼。我甲你写咨询稿啊。是啊，啊所以讲，咱的即摆问题出在讲，常常听到民意代表无领助理费，啊就是制度出问题嘛，就是有漏洞嘛吼。啊这漏洞你若无甲补，因为我嘛继续你漏嘛吼。啊你要补嘛爱补掉，补唔掉嘛无法度呢。是啊，对不？所以你甲看做立法委员的人吼，因三叔公啊、四金伯啊，哦，因兜的即款大大细细拢会使提名单来斗斗人数嘛吼。啊，领助理费啊，多一个人唔是啊，大家拢安尼嘛吼。啊，这毋是一年两年呢？啊，都几啊十年来。这已经几啊十年都拢安尼死嘛吼。国民党来，国民党来台湾降临伫台湾了后。是啊。就开始就安尼啊。是啊。啊，所以。公民监督国会联名是我去从我去创立的吼，含一群人啦，不是干那我啦吼，我去甲因帮因成立这个公民监督国会联名嘛吼，啊，我伫第二届理事吼，我就甲是啊，那是的原因啥？就是讲我甲遐个迄个理事长讲，啊，咱这名称是公民监督国会联名，啊，哪有讲无我去甲监督无单要紧？佫刷咧，讲每一个会期那刷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去颁奖，予伊款表现优良的立委，伊的钱比你佫较济，佫较老实讲，济有够济啦吼，伊唔免你去甲颁奖，因为做好是应该嘛，因为有领咱的钱嘛吼。迄种锦上添花嘛，迄哪着爱一张是安怎？你去无感觉嘛？你人民投票的时阵，予伊还佫予伊趁钱啊？是啊。啊，伊做好是应该，咱请的这个长工来做好是应该呢。就伊做好是应该应尽的义务佮责任嘛吼。啊，那唔讲每一个会计刷。哦，啊，多一个阮提案的较济，多一个表现的较好，较无相拍的，哦，啊，就甲颁奖。哪有这款代志啦？对不？啊，所以讲，所以讲你就离开迄个。所以我就死掉的，我死掉的。我因为我无法度接受这款的理念嘛吼。我讲因做好是应该，因一个月领几百万。啊，做好是应该嘛。啊，不止哦。你看袂到的，对啦，吓，你看袂到的，歹算啊，嘿，啊，安尼哦，玉琴啊，要甲你请教，即马是安怎要用什么方法来讲来制止这个？啊，应该来讲来救遮的这个选到遮的公职人员安尼啦。落实人事制度。人事制度若健全吼，你拢无法度变强变慢，你就无遮变端啦嘛。对。哦，人事部。是负责找人嘛，比如讲你去参加内政委员会，啊你即马欠人，你就写一个公文来人事室，公文啦吼，正式的哦，正式的公文，因为迄个物件拢爱存档嘛吼，啊你要请几个人，吼啊什么款背景，啊即马人事室就去找遐人来和你面谈，啊你若感觉会使，你就跟那个人事室讲，多一个张三，但是你是伊有适用有适合任这个工课。所以你也才甲请，是人事室请，唔是你请哦。哦，你民意代表。你的钱嘛是咱的纳税金的。当然的嘛。纳税金的钱嘛。当然的嘛。啊，而且你是一个个体嘛。你民意代表是一个个体嘛吼。啊，人事部迄是代表国家的部门嘛。吼，啊，国家的部门上有公信力。吼，所以你要请这个助理，你唔请这个助理，你敢有决定权的尔。吼，啊，你若决定要请，啊，人事室就。聘书给伊，吼、啊，甲编制伫你的委员的名下，啊，薪水每个月搞薪水加班费，还是讲什么费用哦？由人事就直接拨去迄个助理的户头了。安尼就无法度讲，一般立法委员，还是讲县议员、市议员，会当偷领助理费，也无可能偷领嘛。是啊，偷领。迄个圣经咧讲哦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啦。迄你都有迄个香留伫个遐，互人有迄个机会嘛。劳动嘛。系啊系啊。报纸定来刊，啊，但是无人要改啊。嗯。哦，啊，无人要改，就是啦，就是惊得罪人嘛。哦，就看咱可比讲，你的组织叫做监督国会，啊，结果你就无咧监督嘛。你等到你该倒空嘛。我就感觉讲，咱若要救遮个，即个好不容易。
选到的这些公职人员哦，咱都要较紧落实吼。你在讲的这件，这个制度啦，制度较紧落去用立法院来通过。对啊，但是我看真困难。吼，全国落去遵守安尼，啊，毋过有的人领个欢喜个安尼吼。对啊，因为只要你卖互你抓到。啊，这个就另外一个问题是啥呢？是讲咱古早吼，拢足济即款民意代表拢去考察嘛。哎，啊，证明拢无咧考察嘛，啊，事实上嘛无咧考察啦吼，拢是去低头去算，这算贪污呢？对啊，我就讲要找一个工课，要找一个工课，讲迄落民意代表伊若出国回来爱写报告，啊，写报告拢抄的啊，我来写，拢抄的啊，吼，所以无落实啦，无落实迄个职务的目的吼，迄个是贪污啊嘛吼，你就。咱过去咱嘛定拄着讲，啊，民意特界，尤其是海外哦，定拄着中华民国的即款民意代表去考察嘛，啊，其实拢无咧考嘛，其实拢是带人去佚佗，去送送安尼尔，啊，转来吼，就写一个报告，啊，你甲看，你去网站查吼，头份有一挂迄个人民代表，去考察转来报告吼，连抄别人的，连唔对的字嘛抄咧呢，对啊。哦，啊，这咱唔免办，这一办嘛，你无办就无法度实施法治嘛，因为大家唔免遵守法律嘛，法律变作法律咪万把条，要你家己抄嘛，是嘞，有这句话你捌听嘛？是啊，所以讲，其实国家若无制度吼，是根本无可能会改革啦，哦，所以我定来你讲这句话讲，中华民国若无消灭啦。这个台湾永远无法度出头天就是安尼嘛，因为你伊都无要照真照迄个制度行嘛，对不？总共有制度就批评呀，啊过去就安尼啊，国民党统治之下就安尼，会当过就可以过啊。无啦，啊什么党拢同款啦，咱免讲什么代志拢报国民党吼。即荷兰人教我教一个观念啦，永远无要支持执政党啦，因为你一直支持执政党，伊未改革啦，拢是人，拢是无政无权力的阵，伊才会改嘛。对。所以荷兰的要教育是，公开哦，以公民教科书公开甲你教讲，永远无要支持执政党。对。你政党爱互伊不断的轮替，伊才会改革嘛。因为为着要提政权，你就爱改嘛，爱改啥，互人民好处嘛。好，比如讲增加你的福利啦，增加你的权益啦，啊，你就会选好伊啊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咱台湾人拢迷信啊，迷信伫个政治的政党的政格啦。是啊。从啊，我都感觉这个较好，我都感觉这个色较好哦。啊，拢以这个色彩，唔是以是非来做决定啦吼。对。所以咱未进步的原因就是这嘛，吼。所以咱直接要呼吁讲。咱永远唔通吼，迷失伫个政党的政格吼，多一个政党拢共款。人讲政治是上高明的骗术嘛，政治无永远的敌人，政治嘛无永远的朋友啦，所以政治会当变来变去，你看国民党，那招了民进党，怎招国民党嘛吼，政治证明啥？证明政治就是最高明的骗术嘛，台湾人因为吼。古早互中国国民党欺负足忝嘛吼，所以好不容易有一个迄款咧解放的政党，无党外遐人是变哪执政，若无你一票一票投，伊那我都改革，我都改嘛。对啊。所以咱未晓做头家，你知无？咱若晓做头家吼，咱的台湾以台湾人的这勤劳吼，台湾会使讲是真做世界。上界好的福利的国家，你敢知影？因为咱真济外交的迄款开支外交，迄钱吼就无法度算起呢。是啊。所以讲咱今为这个高鸿安这件代志来讲起讲，咱国会的这个即个助理的迄落制度，爱国家制度化嘛。对。哎呀，咱今足感谢咱玉琴兄吼，啊，甲咱讲这个，希望讲，你若要救遐个即啰选到的人哦，你即个制度就爱较紧，甲伊国家化落去安尼吼。啊，才会当直至讲哦，安尼
安尼永远咧在轮回轮回安尼，啊，害死足侪迄啰，啊，足侪迄啰好不容易选到的，搁拢走去走入去土城内底。对，所以咱毋是制度，你制度你决定政策嘛，咱是人你决定政策嘛。是是。所以这差别足大个啦。对，啊，咱今足感谢咱玉琪兄吼，啊，咱休困一下安尼。好，多谢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可以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